原则上，一个电力系统最主要有两件事情，我们一个是它的经济，一个是它的安全。那么这两个要同时的做一个平衡的兼顾。原则上，世界上的一个电力系统不能有太多的备载容量。因为有太多的备载容量，一定是不经济。那么，同时，我们要有适度安全的保证。如果一部最大的机组跳掉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用户不应该受到影响。这就是一个备载的要求。那么，我们讲到，如果一个电力系统发生比一部机组跳掉更大的事件，如果说有两部、三部或者更多的机组要跳掉，这种事情的发生，如果没有很好的原因，那表示这个主事者要负责任。事实上，是社会要去查为什么同时出这么多事情，你的管理一定有问题。这是社会要就这一台电，而不是台电出来说它备载容量不够，所以这个一点七也是假的。去看一看台电在现在或者在过去尖峰的时候，它每一部发电机，它的功率因数是多少？原则上，如它的功率因数不是一，换句话说，它一部分的容量不是在发有效的电，它一部分的容量在供给系统的无效电。在尖峰的时候，这个我们这个发电机要达到最有效的利用，是希望它的容量100%是供给有效的电。可惜，台湾的这个发电机都没有在这样做，到底做到什么个程度？我要请各位去好好把资料拿出来。我相信，这里面，如果每部发电机都可以接近功率因数一，它会增加的实在发电的容量或者供给这个负载的需要是相当可观的。这一个可观，绝对不止一部所谓的核能一号发电机。把每一部发电机，它每一小时真正发出来的发电量，我讲的是有效发电量，kilowatt hour，把所有的发电机一起加起来，就是说我们总共发了多少电？如果这叫做 A，同时请各位把台电同一年全年所有卖出去的电也一起加起来，这叫做 B。这个 A 减 B 啊，是就是损失。那么台电告诉大家，它的输电损失是多少，配电损失是多少？如果这个数目同 A 减 B 不一样，因为你回去量台湾
天上地下走的电非常厉害，天上地下有电走就是损失啊！我需要拿学校里面都找人，我要去量啊，我证明出来，台电讲的损失，同真正的损失是差得很远的。我相信这些是大家要把真情拿出来，台湾的人有必要也有这个权利去拿到这个真相。把所有或者5个 horsepower 以上3项的马达，它进口的电压 ABC 给我量一下，我要它的 magnitude，我也要它的 phase angle，换句话说，我要它的负序电压的数目。各位晓得，台湾1/3的电是3项马达用掉了。我们3项马达，如果有不平衡的电，这里面丢掉多少电？我现在讲电，我不是讲丢一点点电，我讲的都是以1个核能发电机的电作为我的单位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把这个数目找出来？请成立一个专案小组，把尖峰的时候，全台湾东南西北所有冷气机进口的电压帮我量一下，在离峰的时候，所有冷气机进口的电压也帮我量一下。台湾的电压是标准电压，讲是110，但是所谓标准电压就是110的 plus minus 5% 都是标准电压。台湾电力公司在电压应该高的时候，它的电反而低；在电压应该低的时候，它电压反而高。这个很容易看出来，我们丢掉的电是多少。另外，对付尖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于工业用电。如果你完全不要保证都不停电，你电价假设是 A，那么你愿意在电力公司需要的时候给你停5%的电，停50小时，我可以给你0.95折的优待。如果你这么做，工业用电自然晓得怎么调整它们。所以电价的政策可以改变尖峰，对于应付尖峰，一切都是以一定要核能1号机出来才能解决，这样子的电力公司对得起台湾老百姓吗？台湾有世界上最好的风，但是台湾是世界上发的最差的风力发电。我认为，台湾在2025年应该有20%的电从风力来。台湾的风力发电成本应该在2分到3分。谈再生能源，脑筋要清楚一点，贵的再生能源不能用。那是自杀。要知道，我们的抽蓄发电同水力发电厂是最好的备载容量，但是抽蓄发电同备载同这个水力发电的运转情况，如果我们拿出来看一看，这些都是备载容量，因为水力是随时可以因跳机而马上弥补上来的这个容量，我们要仔细去看一看台湾的抽蓄发电怎么尽量为尖峰服务。原则上应该增加更多的机组，缩短在尖峰发电的时间，
这里面的经济价值是可以大大的提高。所谓应付巅峰，不是要开冷气啊，不是叫商店关门啊，不是叫你开会的时候穿短裤啊，你要做点有出息的事情。在丢这么多电的时候，我们在谈缺电，我们在谈要马上恢复核能发电，实在是非常可耻也可笑。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加起来可以省下一部核能发电，那台电董事长是不是该马上撤换？如果一二三四加起来超过两部核能发电机，经济部长是不是要撤换？台电董事长是否彻彻查办？我今天讲这些，希望能够让你们听到我的意见，我的意见是不是正确？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去求证。好，谢谢。